大舅，机车试验成功了，但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小问题还需要检修。您看，吉京县里能不能再拖个7天或10天呢？糊涂！这时候怎么能拖延呢？海清那边进展的怎么样？我问了陈凯了，他说至少10天。 可冯世高现在就给5天，赶不出来的。再说了，汉卿也不会拿科学和质量做交易。汉卿是不会做交易，但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为了俊博，他也只能硬拼了。他这是跟自己的健康在做交易，跟自己的精力在做交易呀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呦！ 你们过来了，主任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，什么任务？电力计算马上要到北京京县里去了。我们走行部这边呢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研究的。这样子，你派几个人，两个人为一组，赶紧到车台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，好吧？可冯司令能同意吗 ？F 等于F1+F2，我需要谁同意啊？我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，祖国的繁荣昌盛，科学的进步兴盛，离不开我们的科技精神的。我不希望把F 等于F1+F2变成F 等于F1-F2，能晓得不了？